为了鼓励台商回台投资，台南市政府联合经济部一同举行台商回台投资与招商服务研讨会，企图借由此次会议，将南部五县市的发展优点介绍给各个与会的台商了解，希望能吸引更多的台商回台设厂投资。那台湾怎么样因应？怎么样借重南台湾的资源？天然资源、人文资源、各种资源、各种条件，怎么去面对？中央必须要有一个思考。台南市长赖清德也提到，鼓励回台投资，除了让产业能回流之外，同时也能带动各区的经济发展，进而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市府跟相关单位一定会尽全力帮助这些愿意回台发展的厂商解决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参加这个，希望说投资南台湾，活化经济，那增加就业机会。就业机会大增呢，我们每个人的收入就稳定。婚姑协会理事长侯美惠表示，吸引台商或是外资回台投资，除了带动整体建设跟创造就业机会之外，也会提高国民所得，相对的就会活络整个经济行为，不管是民众或是商家，都有相当大的利益。记者黄玉伟台南报道。